晚上好，今天这是一个吃播，因为今天白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简直了，真的简直了，太饿了，今天一整天。我刚开哦，晚上好哟。今天，然后今天那个所有照片就是。高清的图什么的我都放到 B 站和微博了，因为口袋里发出来有点不高清。晚安晚安，今天结束的好晚，然后所以到中心也挺晚，然后开直播就更晚。今天店员来了几个人你猜？谢七哥送奶茶，一开始来的人比较少，后来还是多了一点的。谢谢不许投的一票，谢谢姑娘辛苦了，你们后面应援也辛苦啦。今天店员有几个人，有来几个就是我上一次店员的时候没有见到的人，新认识的小伙伴。因为我今天不，其实今天本来应该是。本来是打算就是过去之后点个饭的，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桃子。我好几天没直播了，是不是？啊，这个。然后我今天一整天就吃了一块巧克力，再加上那个一点桃子。店员小票100一张吧。Simon 跟我说是100一张。对，说到今天 Simon 跟我提那个经济学的问题，其实我在想，如果他们想压榨消费者的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就应该把我们这种糊糊的价格定低一点，比如说我们50，然后 Top 100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压榨更多的消费者。The consumer surplus。不然来看我们的人就更少了。其实我觉得今天没有上次大，不觉得今天好像没有上次大吗？不觉得今天好像突然找到了话题，130。你怎么在看我直播？压榨员工的剩余价值。不啊，我们工作的时间是相等的，他们就应该有消费者，他们就应该搞那种消费者歧视，就应该就是什么，对，还可以比如说买一张小票100块，两张小票每张50这样子，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买。哎，怎么会这样？对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第二张买50嘛，第二张变成50，就第二张变便宜一点。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有一些不是那么愿意来看小偶像的，没有那么想看的，他们就只买一张。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就是有一些更想看的，他们就可以买的更多。为什么会很卡？不，主要是我觉得今天实在是没有什么人来看我们，就感觉对于我们来说价格是不是有点定高了。这两天吵是吗？他应该给糊糊的票价定的便宜一点。仓鼠吃面，你知道今天在后台还在说，感觉就是我今天塞了个桃子在嘴巴里，让感觉自己好像只仓鼠。
你还是一分钟就被赶走了。我感觉今天其实 staff 好像没有卡的特别时间，没有卡特别紧。好的，总选来看我。总选前我们还会有店员吗？我自己都不知道了。事先约定的价格是115到130，那怎么还便宜了？对吧？我感觉这次 staff 没有管特别严。现在小票，之前是不是便宜啊？上一次是不是只要几十块钱？哦，电卧吗？上次才50，点的江小白的什么来着？这个叫什么面来着？热干面。那好便宜啊！张鑫是你首推不？这个样子。放点歌听听吧。我直播开了10分钟不到吧，几分钟。笑死，怎么还一直在变价格？好的，早点睡，晚安，早点睡哦。我怎么像是那种会查别人水表的人呢？我没有那种，就是我讲实话，我没有那种就是窥探别人生活的爱好。对，确实我不上微博的，这是真的，很少上微博，不怎么玩微博。你看是不是很神奇？一般女生是不是都还挺喜欢微博吃瓜的？我感觉我不怎么玩微博，我在 B 站待的时间比在微博多多了。没事，暂时头发还很旺盛。豆瓣我也不怎么，意思我也不怎么看。天哪，这么一想我好无聊，一女的。哎，看我这个发际线，根本就我真的，我宁可把我发际线往后割一点，额头太短。你在凡尔赛？我没有。打扰了。额头太短是真的。我的微博就是，除了要营业的时候，其他时候我都不发。我平时也懒得，就是微博热搜什么，一般我都是在朋友圈看到他们截图，然后我再去看一看。对，食堂没有夜宵，食堂怎么可能会有夜宵呢？Facebook 也不怎么用，我怎么这么无聊？我真的，我看最多就是 B 站，我基本上一大半时间都在 B 站。就是你可以看我那个手机的那个，就是 APP 使用、App 使用的那个情况，就一大半时间都在 B 站。谢谢星空幻想曲送的一个姻缘棒，谢谢。对吧？所以难怪吃瓜巨慢。然后我都是就是人家就二级吃瓜，就人家在朋友圈截图了之后，然后我再。才会看到什么什么东西上热搜，我就是 B 站用的比较多。好的 ，WhatsApp 就是一个学习用的软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般我都是跟他们小组讨论的时候用 WhatsApp。然后 Instagram 的话，我曾经有个账号，然后曾经也发了挺多照片，然后那个账号它被回收了，很无语。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判定我那个账号有风险，然后被回收了。晚安，晚安。但是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后来也不怎么玩 ins 了，然后再加上那个里面的照片，反正我都有。八五的 app 吗？有，我只知道有一个 app 叫跳跳还是叫什么的，但是我一般都是用 B 站八五，那个 app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用，因为那个 app 还要交钱。嗯，不是因为当小偶像，跟当小偶像没关系。是我有一次想要小组讨论的时候，然后要用那个 ins 登录 WhatsApp， 然后结果就发现我那个 ins 的账号被回收了，因为说那个账号不安全，很迷糊。哦，我知道，我想起来为什么了，因为那个手机号是我大一的时候用的，然后大二换了个手机号，大一那个手机号它被那个什么了，被 suspend 了。反正我就是 B 站，我很喜欢刷视频，就可以一刷刷一整天那种。如果有的话，公司要收账号吗？其实不用， B 站账号你看他都没收。就是如果你要上交的话，你就可以拥有那个，你就可以拥有那个认证，就是那个四八认证。但同时你也失去了你上账号的掌控权，所以我不太想交。谢人间四月天的一元棒。B 站推荐的舞蹈圈 app 除了我以外吗？讲实话，如果你想看跳舞的话，我很推荐那个白小白。对，上交没什么好处，除了有个认证，他们也不会因为那个推你吧，我觉得。谢人间四月天的一元棒，就是有个 up 主叫白小白，他编中国风爵士，我跳了他很多舞。哦，魏小薇是那个羞耻区 up 主，羞耻，嗯，对，仙女110，男孩子白小白，他就是男孩子，只不过他跳的舞都很，就基本都是女团或者很女性化，或者那种比较男性化的阔少，但阔少他其实跳的也不是特别男性化。霍少跟我们这里一个舞蹈老师还认识，很神奇。这几个都是那种就专业级别的跳舞大主。反正霍少和白小白这两个是比较专业级别的舞蹈 UP 主，就是，就跳得很好。哦，我又想到一个，有一个 UP 主叫千叶，有个仙女棒，也是男生，跳得很好。这个吃了。这个不太可说，总感觉，但那个瓜肯定吃了。你们在弹幕里聊，我就不说了哈。反正我就吃瓜心态，我之前挺喜欢他的，我现在对他就吃瓜心态吧。但我其实还是就路人粉吧，没有很粉。对，你们可以去吃个瓜，我先。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哎，不说了，不太可说。新宝岛啊，新宝岛不是那个猛男舞团吗？那个舞基本就是搞笑的，就也不是搞笑，就反正就跳着玩。最近好像是可以出街的，不过今天有店员。先有电源，然后也没时间出街，然后再加上这个天气，我的天呐，最近真的太热了。可以出街了吗？我不知道，他们说五号以后可以出街。我们队之前也问了，说五号之后能，就是以为能出街。结果还是不能吗？不可以。好吧。还是不能出。好吧，难过了。但是现在这个天气，确定不会出街一下子妆全花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得等后面有站位，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有站位，反正应该是算是确定了29号拉票了。还有是那个比较近的水果店嘛，可以的。那个我
我不知道现在让不让出去，也有可能不让出去，我觉得可能就是哪里都不能去吧。我的意思是如果以后可以出去，然后天气太热了，可以去那个水果店试试。首演我不在，下周是不是都没有我们队的公演？哎，那我就不知道了。一场听过四次《极乐净土》，是很久之前的拉票公演吗？还是最近的？怎么现在还有人文艺复兴《极乐净土》？青春乐难道不是今天吗？对，因为是上面的安排，就是安排只有张瑞敏上。那还不错。对，我都怀疑我下一场上有可能就是拉票，我怀疑我下一次上公演定格在102场头号新闻。哎，我不是要放歌呢，忘了。我还没来得及看今天的回放。哎，我来随机播放了，我歌单里有一些很奇怪的歌，希望不会播放到奇怪的歌。太牛了，太牛了。对，我到时候可以 reaction， 然后你们跟我你们看我直播一起看。还听了三四次人间规则。对，这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它好像叫热干面。今天是一个愉快的吃播。居然滴了一个东西到桌子上。哦对，然后上次 PK 的那个明信片我今天给七十呱呱了，到时候虽然他们好像应该不在直播间，但是就一个是黑鹰的，还有个是周周的，还有个是阿猫的，到时候可以跟应援会要一下。我真情实感的写了很多话，就不只是一个明信片上写了一两句话这样子，我真情实感的写了很多话。为什么不敢吃外卖？因为太晚了吗？你的也有，我本来今天已经把给你写的话已经打出来，就打在手机上了，但是后来来这里的时候时间太赶了，没有来得及写完，就是店员前就没来得及写完，然后就先把 PK 的三个人的送过去。哇，谢谢 Simon 投的99票，谢谢，是因为太晚了吗？天哪，那我突然觉得我好罪恶，就是这么晚还在吃，不过今天我白天确实啥都没吃。好的，三张小票而已啊，这个说的好心酸。你们跟小偶像讲一分钟，然后要花掉100块钱，会觉得很心疼吗？对啊，这样感觉显得小票好贵。小票都150吧，不能支撑，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全是公司拿的。小票还有提成，想太多了。握手聊多久啊？
哦，给音乐会切盘，所以无所谓。握手会能聊多久？48十秒，这也太短了吧，这也太短了吧。切盘，切盘应该就是买那个吧，买那个总粉单，虽然我也不是很知道，哎，我觉得我真的这方面我懂得还挺少。小票可以单独买吗？就是假如说我不买投票的那个，不买投票的那个券，然后直接买小票，那就找黄牛买了。哇，一首宇宙少女的歌。不可以啊，好吧。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什么，原来是购物品质，我还以为，我一直以为是什么买了一个那个，就是你们总选的那个，就是你们切盘之后，然后它会附带一张那种像卡片一样的那种东西，原来是购物凭证小票，好吧好吧。我还以为是就是附赠的一张小卡或者什么。有 PCC。对，宇宙少女的歌。我之前那段时间因为喜欢孟美岐，然后就去听了很多宇宙少女的歌。嗨，对，握手和签我们有分成吗？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小票是没有的，我们一个月的底薪可少了，真的。总选投票有分成吗？这个我都不知道。总选投票有分成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我本来觉得总选投票可能都会没有分成。一票一毛，真的假的？如果不进圈，不会一票一秒一毛也没有吧？啊，这，好吧，没事，跟我预想的差不多。那49名岂不是很惨？49名不就像考试考了59分一样，心态直接崩了。自给自足啊，你是说生活上吗？那肯定不行。我们一个月工资太少了。只能说相当于我平时的一点零花补贴的感觉，包括等到总选之后我肯定要去上课了，那个时候上课上两节课就可以把我一个月工资全花掉了。假如说我进圈了，那刚刚的99票我就能骑到9.9元，然后没进圈的话那是0元，对吧？不是，有一说一，不仅没有赚钱，还倒贴了。你就想我买那个版权，再加上买那个编舞，加起来都10000多了，这不叫倒贴，这叫啥？我回翻牌啊，但是我一般晚上回。自己给自己投进去吧，那也没有那么有钱。哎，怎么突然都在放宇宙少女的歌？
它算是用爱发电的，真的用爱发电。我之前 B 站也是用爱发电 ，B 站上我投进去都不知道多少钱了，但是回报就基本上就是 nothing。如果非要说的话，创作激励里面有个接近10000块钱的，7000。嗨，所以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确实。那不至于，我肯定不会自己给自己投啊，自己给自己投就没意思了，毫无意义。我干嘛要给公司送钱？其实我妈之前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转账啊？为什么要给公司？为什么要把钱给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转账？对啊，就是我为什么还要给钱给他们？来 B 站，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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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主要是我是那种就是坐不住的人，就是我让我坐办公室，我肯定有点坐不住。而且那种时间不太好自己控制的，我还怎么自己出去上课啊啥的 ？A 站，讲实话，现在知道 A 站的人很少了。我是因为就是有了解到各种跟动漫有关的网站，所以我知道 A 站。但我感觉很多人都不知道 A 站。自己投可以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啊，这个啊，这个惊呆。入户吗？好像是。A 站不是后来还跟快手合作吗？是不是 A 站？我记得2018还2019年，好像是跟快手合作，然后救活了一点点。A 站真太难了。我 A 站有的时候会就是跟着 B 站的投稿一起发一发。 C 站和 D 站什么东西，不会从 A 到字母 Z 都有吧？笑吐了。遇到彩虹怎么去拥抱夏天的风。这我惊呆了，真的惊呆了。那他们现在是都退坑了还是什么？这是那个什么银耳汤，不是饮料。是一个，是我今天好像点的是早饭的外卖，然后这是那个银耳汤。因为实在没什么想吃的，我就感觉哎，全都是漏的，我真服了。就很无语，你知道吗？就是中心附近的外卖真的全都吃腻了，就没有什么想吃的。当然能吸上来了，你看这个吸管还挺大的。但它里面有一个红枣，这个我就很迷惑，我觉得它根本吸不上来。这还快，你们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来的。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到中心来的吗？无奖竞猜，到中心来的第一天。其实我之前应该讲过无奖竞猜，有人知道吗？外卖虽然不卫生，但是吃自己做的饭我会死掉，吃食堂的饭的话
有的时候也是，食堂有的时候确实不错。去年的11月22号，就是黄一喜他们，黄轩喜黄一喜他们出道的那天。你们就想，10月要下，现在都几月了？现在都已经7月了。现在都已经7月的话，你就想，就这里面的这个，都快大半年了吧？谢谢6677真可爱送的姻缘棒，谢谢6677真可爱送的一个姻缘棒币。在加拿大靠外卖过活的。其实大一的时候，我还会自己就是拿了个电饭锅，就烧那种就是当时很网红那种抖音上特别火的那个什么番茄那个饭，就把整个番茄放在里面，那个时候特别火抖音上。然后但是，但是后来我就越来越懒。我们入职，反正从到这里，真的快都快一年了吧，也没快一年，还差4个月就快一年了。Uber Eats 我不怎么点，我一般点中国人的那个外卖。从出道开始算的话，不，我在说外卖，因为我说我这里外卖吃腻了嘛，所以我来这里就是很，就是我就意思说我来这里有这么长时间了，好吃吗？这个还行，其实都还行，但是就主要就是吃腻了。这家店我也点了很多次了，就江老板。还有一个叫 Food Aura 的，还有那个也是外国人的，但是 Uber Eats 我一般最多就是点那种。我比较喜欢点他们的那个什么来着，也不是什么饼，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早餐点的那种派，然后它就是那种你们吃那种 brunch 里面它会配很多那种，就这边配一个那种饼，然后这里配那种什么培根，然后还有那个金鸡蛋什么的，然后或者就是点那种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外卖软件，食堂味道还不错的。而且国外的外卖很少，就选择很少。不，我跟你讲，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因为吃的东西太难吃，我一般就是一天就吃外卖那一顿。国外又没有什么好喝的奶茶，一杯奶茶又要好多刀，就是国外奶茶真的性价比不高，又难喝，又像那种就像那种很就小学那种10年前的时候的那种奶茶的味道，就特别难喝，就是像那种奶精泡出来那种奶茶，然后又贵。贡茶算好的，难喝的是那个，就是有的奶茶真的很难喝。对，他们那边有点跟不上国内的这个脚步，包括外卖软件，你甚至无法看到外卖员在哪儿，这真的让我很难受。贡茶韩国也很多，生意看运气吧。多伦多不是还有 RMB 吗？还是什么的，好像 RMB 和 COCO 都有吧。看看蒙特利尔啥都没有。唐人街的中餐有的还不错，有的不太行，看情况。而且我们那边唐人街特别的小商品市场，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那个点，就是那边唐人街真的有点小商品市场，感觉就挺一般的。我们唐人街那边有一家面包店，我还挺喜欢去的，那边那个流沙包做的很好吃。我很喜欢那家就唐人街那家店的卖的流沙包，然后有的时候经常跟我朋友走过去，然后就买一个那个流沙包，然后回来当晚饭什么的。我一般真的，我点外卖的话，我一般一天就点一顿，因为他们分量很大，就是你点一份分量都很大，然后就又吃不完，然后又不好吃，然后如果不点外卖的话，我有时候就去我们对面那个 Starbucks 吃他们那边的那种三明治啊什么的。哎，不想吃了，吃不下了。就是总之觉得国外好吃的东西太少了。然后你知道我在国外我一般都会瘦，我有时候在国外就是比在国内要瘦好多，然后我一般胖都是胖在圣诞假十几天回来，然后我会提前在淘宝上买好很多的那个，就我大一那次回来胖超多。我大一本来在国外我都已经瘦到46了，就46公斤，然后回来之后又给我胖回48，就回来一共就只回了10天多一点点。我当时我真无语的要死，我
我当时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大堆那种什么什么，就是拉丝咸蛋黄什么的，还有那种什么豆乳盒子蛋糕，全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然后结果我回来之后，我一顿猛吃，就然后又跟同学约，然后又出去吃饭店，回来一共就十几天，我直接胖了四五斤，甚至还不止。哎，你回国胖30斤，这也太夸张了。那你本来是不是很瘦啊？你本来是不是特别瘦？如果是30斤的话。那我关键只有10天，那个圣诞假它时间那么多啊，我就胖了那么多。好的，是时候可以补一个口红了。我今天早点下午，因为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休息。啊，这首歌我想跳的，你们有人听过这首歌吗？但我觉得，就如我看你现在的样子，然后再想象一下胖，就瘦30斤，我觉得应该会很瘦。这个日本的一首歌，就是是电子歌姬唱的，叫《电子天使》，就讲的是两个机器人谈恋爱的故事。我第四八家里人同意吗？当然同意啊！我要家里人不同意，我还会在这儿吗？这个，我要家里人不同意，我还会在这儿吗？肯定同意啊！我爸妈挺支持我，就是走艺术这条路。买点啥给你吃实在太亏了。确实我一回家，我外公外婆就开始给我疯狂做饭。就我跟我妈他们有讲过，就说不要一直让我吃东西，因为我想减肥嘛。然后我妈他们就知道了。然后但是我外公外婆是真的，就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都会给我不停的投喂。我们家之前一直是就是5个人住在一起，然后外公外婆就一直不停的投喂我，尤其是我外婆特别喜欢给我一大堆吃的。什么叫叛逆进来的？就是跟家里人吵架然后进来的吗？其实我回家最重要的也不是被投喂，最重要的是我每次回家我都会点很多外卖，然后买很多吃的，然后淘宝上买很多蛋糕什么的。不，但其实我是有点这种叛逆心理的，我叛逆的心理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不会啊，我爸妈一直挺支持我学艺术的，不然为什么我大学也学的是那个音乐学的专业，然后不然为什么我能来这里？我要是我爸妈不同意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来这里。而且如果爸妈不同意的话，我一个月这几千块钱我能养得活我自己。然后他们也因为之前去上课的时候的钱肯定也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爸妈在这方面还是挺支持我的。那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对，我感觉我叛逆的点跟别人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我今天又有一件很无语的事情，就我叛逆的点在于我很不喜欢一些就不太公平的事情。然后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有些人怎么说呢？可能假如说被磨平了棱角，会有那种就是我就顺从着人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是那种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者别人对我莫名其妙的态度不好，我就会以相同的态度回对他。我是有点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别人对我很友善，我也会对别人更友善。就我有点这样子，这种算叛逆吗？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叛逆。就我不是那种会屈服于某些不公平的事情的人。虽然他们可能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我好像不是那样的人。我就不说了，反正剧场的那个服装部阿姨，我真吐死我，反正我就觉得她应该很讨厌我，因为每次她跟我态度讲话不好，我就。也不会用特别好的态度跟他讲话，然后他可能就还挺讨厌我的，这太好笑了。今天那个阿姨还跟我说，什么？那个阿姨跟我说，我跟你讲，我都不想跟你搭讪。然后你知道我说了句什么？我说的好像我想跟你搭讪一样，这就很搞笑。今天他们自己把衣服搞错了，然后又怪我。每次都是他们自己弄错了，然后又怪我，又骂我。然后我讲一句话说，不要解释了，不要听解释，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然后那个阿姨还跟别的阿姨说，你不要去跟他讲了，我都不想跟他搭讪。然后我就说，谁要跟你搭讪？真的是每次都骂我，每次都是，而且关键他们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我跟他们说，而且我是特别好声好气的跟他说，我说阿姨这个衣服我跟前辈换了，我就把衣服放在这里，你待会帮我挂在这里，我等会穿这个衣服。然后他自己把衣服搞错了，然后就在反正就是每次骂我都骂超凶。然后之前也是，我都已经把领结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偏要说我没有把领结拿上来，然后就开始骂我说你领结放哪里，赶紧把领结搞出来吧。啊，我就真的很无语。哎，可能是看我是新人吧。
穿外套，我们房间打着空调的，这是一个穿搭需求。不过其实脱着也脱掉也没有什么关系，里面就是一件，我觉得是里面这件白 T 太普通了，就是穿的太休闲，稍微搭一点那种有点颜色的衣服，里面这件白 T 真太普通了。就还有就是你们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直播，就我直播到一半，然后阿姨突然讲了一句说什么，我啊，等一下，我先组织一下语言。就那次是阿姨先进来，然后我跟她讲了一声，我当时这样的语气说的，我可以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当时阿姨这样过来，然后我就跟她说，阿姨，我在开直播哟。然后她一句话都没有讲，她走进去了。然后我以为她知道了，然后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我发现阿姨把门带上了，然后就去把，然后啊，阿姨把门打开了，然后我怕外面有前辈讲话声音被录进来嘛，我就把门关上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发现网络变得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哎，怎么卡了？然后阿姨就把门打开说，你把门关上了你还开个鸟直播？然后不是我这种语气说的，是用这种特别特别凶的语气说的，反正是某一天的直播回放他还录进去了。那个阿姨估计以为，因为当时我说一句，哎，网怎么卡了，她估计以为我直播断掉了然后不会被录进去，她就这样骂了我一句，但是没想到被录进去了，笑死。就真的我就不能理解，就为什么大家不能互相尊重，就偏要用这种特别恶劣的语气跟别人讲话，就真的无语。那句话甚至还算态度好的，他们在楼上对我讲话讲态度更差。有一天真特别奇葩，你知道吗？就是头号新闻第二套衣服，那个 YM 那套衣服，那套衣服不是，哎呀不好意思，放到我下学期学 Jazz 的 Jazz History 的时候的几首歌，笑死了。放点正常的歌。就你知道那 YM 那套衣服，我觉得算是橙黄色吧，就它不完全是橙色，也不完全是黄色。然后那天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那个阿姨，你知道那条橙色的裙子就是在哪吗？然后她说，然后那个阿姨说，哪里有橙色的裙子？然后我说就是那个第二套那个衣服，那个 YM 的那个衣服。然后反正后来不知道怎么，他终于就知道我指的是哪套衣服了。然后他就开始超生气的说，那个明明是黄色，那个怎么会是橙色呢？那明明就是黄色的裙子。然后还指着另外一个东西说，你看这个东西才是橙色，那明明就是黄色。我当时啊，这很重要吗？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橙色的。然后那个阿姨就绕到我后面，就是用很阴阳怪气的语气说，我算是知道了，这个小姑娘她就觉得她自己说的所有的都是对的，可是这重点不在于橙色和黄色，这重点在于你知道那套衣服就完事儿了。我就只是想说我不知道我那套衣服去哪儿了，然后就跟我一直在纠结，我当时我真的觉得有点被震惊到。这是幼儿园还是小学生吗？这幼儿园小孩们就震惊到，他们确实有仇富心理，这个是确实，因为我在后台听了很多讲得很奇葩的话，我真的有被震惊到。有一些我在直播间都不太可说的话，但是反正他们很讨厌我就是了，随便吧，真的太无语了。关键是我觉得尊重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相互的，你对我态度好，我肯定对你也态度好。然后他对我那样讲话，我有一天真的我就怕我有一天忍气了，我直接跟他们吵一架，我是无语的要死。关键我又没有对他们做出过任何态度不好的事，然后他们从我来这里之后根本就没有跟我好声好气讲过一句话，基本上。我有时候我就问他们说，我说阿姨，这件衣服会不会太小了？我能不能穿？然后那个阿姨跟我说，你知道那个阿姨跟我说什么？就有一天也是，你过去一点。过去一丢丢，我再过来一点。就那天我也是，因为我那件衣服，那天我自己的衣服没有了嘛，然后就是要穿别人的衣服，然后我就说阿姨那个衣服会不会太小了，会不会穿不下？我而且我是用那种语气说，其实我跟陌生人讲话语气你们知道的嘛，就是我跟他们讲话语气一般都是，阿姨这件衣服会不会太小了，会不会穿不下？然后你知道他们怎么跟我说的吗？穿不下你就别穿，你不要上了，你别穿了呀。我当时我真的就。反正我每次我都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他没睡，他在玩手机。我感觉他们对张远然的态度还可以，对张玉明有时候也挺凶的。之前有一次莫名其妙的把张玉明好像穿了的鞋子还是什么还要拿下来什么，反正我也是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但是张玉明可能他是属于那种，就我说我可能这点上我算是那种比较叛逆的性格，就是我不太喜欢就别人跟我好好讲，不好好讲话我还得顺从着他，就是那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感觉，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就这点上我肯定是比较叛逆的。然后张老师他可能成熟一点的，然后他就还挺那啥，我也是挺佩服的，就是阿姨对他那样讲话他还能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讲话，我也是挺佩服的。制服穿着合身吗？还可以。我好像一直忘记穿一次直播了。怎么说呢？反正我们三个新人里面，阿姨对我态度应该是最差的，然后对张冉态度应该是最好的。星光眼排练，我们一般就是去，我去学一个副歌。加主歌，然后主歌基本不怎么学，因为要排站位，基本上就是学个副歌，然后排站位的时候就没我的事儿了。不，关键是我跟他们讲话，我刚开始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都是好声好气的，就是永远就是我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讲话，然后他们非常凶的骂我，然后我再好声好气的讲话，然后他们还是非常凶的骂我，然后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就会。就是我会有一点阴阳怪气的讲话，就是比如说今天我非常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到最后说，就是说了一句什么，我都不太想跟你搭讪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说的好像我想跟你搭讪一样，就是我不会那种很凶的跟他去吵架的语气，但是我会回嘴，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谢谢逗他玩投的十票，谢谢。我只是会，我不是我根本就，我跟他们讲话的语气再怎么样，哪怕他们凶我，我也不会就是用同样凶的语气说回去。我是，而且我会解释一些事情，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他们上次跟我说那个领结，说那个领结我没有拿上去，然后说那个领结被我弄丢了，要我马上找回来。就可能有些人可能就直接就默认了是自己没有拿上去，但是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把领结给他们了，而且我确实是给他们，是他们自己，后来他们也知道是他们自己弄丢了，然后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阿姨没有，我把那个领结拿给你了，我绝对拿给你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是用比较正常的语气跟他们讲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凶我，而且也是他们先开始凶我，然后我才会跟他们解释。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我觉得这方面，我就觉得我要讲清楚，那我就得讲清楚，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就很无语。我肯定不可能跟叶总讲啊，因为这个事跟他讲也没有用啊，他肯定也不会帮我。关键我没有有求于他们，我没有任何有求于他们，就是我真的很无语啊。就关键还是你说，如果我真的有做错什么，你骂我就算了啊，衣服也是你弄错的，领结也是你搞，就是你也自己没有，我给你了，你自己没有放好，然后到最后来被骂的还是我，我真的我起。他们在后台的一些言论，我也是真的听得震撼我三观，就震惊我三观。这真的是正常人类能说出来的话，我们说震惊三观的言论。不过楼下做饭的那个阿姨人挺好的，就是楼上的服装部的阿姨真的不行，楼下做饭的阿姨人真的很好。我一口气，没啥没啥，就是日常被阿姨骂。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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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唉，我现在打算，我发现我跟他们解释完全没有用，他们根本不听我解释。是今天那个阿姨直接跟我说，你不要解释。可是这是什么？这算什么？这算？就明明根本不是我的问题，他跟我来一句你不要解释了，就说，就明明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他跟我来一句你不要解释了，我真的 what？ 谢谢吃吃呱呱送的13个应援棒。我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打算以后他们讲话我直接闭麦，我就不讲话。对，然后哦，对，我又想起来一件事，今天李佳恩生日公演不是我们穿那个衣服嘛，就是他的那件衣服嘛，然后我把那个衣服就是拿过去挂到我自己那边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也被骂了，然后就是那个阿姨用那种超级超级凶的那种语气跟我说，你那个衣服拿回来，那个是他们助演的衣服，你在那边穿什么穿的？然后我跟他说，阿姨，我就是要助演的。我真的，我让我整个人我一个大无语。
送点小东西，这不像是我能做出来的事。我整一个大无语，他超凶的在那边，我当时都怀疑他是不是看错人了，就是特别远距离，我在右边，他在左边，然后离得很远，然后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我，就是那种，你那个衣服拿过来，你不要穿那个衣服，但是注意，你在干什么了？就比我现在还要凶很多那种语气，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他在说我，我就是要注意啊，而且不是我讲的，是张远明在那边讲的，说他就是要注意，我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先骂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点，然后我再跟他解释，可是有时候他根本不听我解释，有时候是他根本就不是那样，他骂我的点可能明明是他自己做错了，可是他在骂我，然后我想跟他解释，他说你不要解释了，好吧。他基本上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火的都会骂，也不叫不是特别火的都会骂，是来的时间短的他都会骂，其实跟火不火没有关系，是来的时间短的他都会骂，他不太认识他都会骂。然后但是新人里面应该骂我骂的最多的，因为可能我在这方面就是他说了我会跟他解释，然后我这方面我也比较跳吧，但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脏话，但他会骂我脏话，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脏话，而且我骂人我就是我不会骂人，但是我会好好的跟他说，好好的跟他解释，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解释。也不是真也，我真的觉得都可以理解为针对我了。他们直接都说了，就他们今天直接坐在那边说，就是已经直接语气里面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喜欢跟我讲话的那种样子，就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我很多时候觉得就是很委屈啊，我就想说他，我就想解释出来，可是他就不听我解释，然后还骂我，明明根本就不是我做错了，明明可能是他自己衣服搞错了，可是他不听我解释，然后还骂我，我真的很无语。我解释完，阿姨不仅不会道歉，还会继续骂我，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讲出来更委屈了。就很无语啊，就很无语啊，还是要谢谢你的照顾。他们对上级不是这样的，他们对上级发个消息都要讨论个半天，怎么发这样子，对我们就，所以说啊，感觉跟在学校很不一样，学校至少老师是公平的对待每个人的。哎，确实很有道理。但是阿姨也没给我钱，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互相尊重。可是我觉得他们总是不懂什么是互相尊重，我就很无语。就是我觉得大家讲话都和和气气的，不是挺好的？就互相理解的讲话，不是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楼下做饭那个阿姨就很好，楼下做饭那个阿姨跟我们讲话一直和和气气的，然后每次她给我们做完饭，我们也都会说谢谢阿姨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就很好啊，就大家都开心了。对，食堂打饭的叔叔也很好，那个叔叔人特别好，我之前有一次手机掉了，他还帮我找啊什么的，反正人特别好。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我觉得中心的阿姨人都很好，讲实话。
啊，叔叔手抖吗？手不仅不抖，我每次跟他说少打一点，我每样只要一点点，他每次都给我一大堆。我跟他说少打一点，少打一点，他每次都给我一大堆。看，食堂叔叔就是我长胖的罪魁祸首。他打饭打特别多，食堂阿姨打饭打特别多，叔叔阿姨都打饭打多。我说我只要一点点，只要一点点，然后每次都给我很多。对，其实食堂的饭都吃不完的。我不瘦，我真的不瘦。哎，还瘦都瘦不下来，别说了，还瘦呢。不过今天店员的时候，居然有人跟我说，感觉你太瘦了，应该多吃点肉。然后我跟张冉说，张冉说表示震惊。嗯，关键是我真的不瘦啊。对，我不能穿那种特别露的衣服，穿那种特别短的衣服就不行。我穿，而且我穿那种就是短的那种牛仔裤啊什么都不行，没过百，但是快过百。快过百，基本上就是一百左右，198左右浮动吧，98、99、100这样子，然后或者瘦的时候最多最瘦嘛也就94、95。你们看我身高的时候，不要只看我上，就是不要只看我个人，你们把我跟旁边的人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我不矮。就是如果单看我个人，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单看我个人，你会觉得我很矮，但跟旁边的人稍微对比一下，就 I mean 不是跟那种1.7米左右的人对比，就是跟1.6米左右的人，就是跟我一样高的人，就或者跟张冉什么的比一下，就会发现我其实不矮。张冉比我高一点点，我感觉他比我高个2米左右吧。有的时候甚至差不多，就是你看这些出街的视频，那个时候就看起来是差不多，但那个是因为我鞋子应该要比他高一点啊，然后身高就体现出来了是吧？但是那个深鞋他完全没有必要把我们身高那么还原的 P 上去，他 P 的太还原了，干嘛不把我跟他 P 的一样高呢？张冉这么矮，不是张冉这么矮，是我真的不矮。你看之前他们出街的时候的那个照片，之前不是有一次是我记得我在抖音上刷到了，是那个双马尾发的，在抖音上刷到了那次出街的照片，我跟张冉就一模一样高啊，但是那个是因为我鞋子比他高一点点。哒哒哒哒哒啊，你们好惨，那么好，是不是好多人都没有知道拍立得是什么时候？我比吴老师高，我比吴老师高的比张冉比我高的要多应该。怎么会觉得我跟吴老师一样高？不至于吧，虽然也没有差太多。不要单看我个人啊，我的天，你们去把我跟别人比较一下嘛，真是委屈委屈。你们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没有，都不知道那个拍立得什么时候？我跟你讲，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15期的身高是张玉明最高啊，不对，张玉明跟于嘉伟应该是一样高的，基本上差不多。然后挨下来应该是林佳怡，然后再挨下来是张冉，然后是我，然后是吴博涵。林佳怡跟张冉应该差不多其实，然后张冉比我高大概1-2厘米的样子，然后我应该比吴老师高2-3厘米的样子，或者也是1-2厘米，我也不太清楚，没有量过。
对，于佳慧跟张玉明一样高。我比郭爽胖。不是，我体重比他重，肯定比他重。我记得他之前在后台有听到过说他体重，反正我比他重。对对对，我比郭爽胖。可能因为我脸比他瘦一点吧，虽然我脸也不是特别瘦，但是应该可能应该比他瘦一点。减肥除了不吃饭还有啥办法？运动呗。减肥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但是我好像对，我可以做到，我有的时候可以做到管住嘴，但是我感觉我做不太到迈开腿这个样子。谢谢谢谢，真的我不矮头的一票，你这个 ID 好应景啊。我其实不怎么吃碳水的，就是我很少吃饭啊吃面啊这种，虽然今天吃了，但我很少吃饭吃面。没有没有，我不怎么跟他们一起锻炼啥的，我那个啥来着，其实我们跟插队接触了没有那么多，因为就毕竟不在一个队，然后时间不太够，就是时间不太能凑到一起，所以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们队的三个人在一起。送了一个胡吃海喝不胖福，谢谢，太需要了。对，我也觉得，我都羡慕的要死了，不要讲这个了，我真的羡慕的要死了。没有不喜欢 H 队星光眼的意思，只是单纯的觉得可能插队的应该很适合我的风格。那个三角函数，谢谢一尘不染粉小胖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我真的羡慕死了。那之前他们那个本来那个公演叫什么来着，原来那个公演，原来那个公演叫什么来着，突然忘了。遗忘的国度我还没有那么羡慕，因为也没有特别好，就是没有特别我喜欢的衣服嘛。然后那个三角函数，我人没了，为什么那么可爱，为什么公演氛围我肯定不适应，是因为打 call 声音很响。我今天在后台看到他们那个小书包了，张冉还去背那个小书包玩了。N 队现在是羽化成蝶嘛，我看到两点吧，还有三分钟了，今天就早点下，然后也是不早，就是开直播开的时间短一点，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你们早点睡觉了，其实也不早了。对，他们说很男团，但是其实讲实话不是特别适合我的风格嘛。对啊，我喜欢可爱的。啊，这个今天周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学舞，我觉得那个舞很好看，就是怎么说呢，我会喜欢那个舞，但是我想象了一下我穿那个衣服，我就觉得我不行。但我觉得那个舞很好看，我很喜欢那个烟舞。就是我平时跳舞，其实我也挺喜欢跳那种有点帅的那种感觉的舞的，但是有点帅的那种感觉的舞呢，我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上天，就这种穿比较这种休闲的感觉，但我穿那种西装，我就是不太适合我，就可能不太能发挥我的一些小特长，一些可爱的小特长。
跟自己说自己可爱好不要脸，就是可能不太能把我的优势放在话，所以有机会可以去插队带个一，但是预备生可能不太能带你，要有炫酷的表情，不能笑，这样子。星光也暂时还没有学到可爱的歌，暂时看的几首都是比较男团的，就是呵呵呵，然后那种特别帅的那种那个，但帅哥也是这种戴着帽子的这种感觉，就是比较休闲的那种运动风的感觉，我不太能那种特别帅，就是最多就是这种休闲，就是那种小男孩的感觉，但是不太能那种就是特别瓜的感觉，我还是不行的。希望吧，希望后面就能带一。萝卜多萝卜坑少，太真实了。我也不知道新冠有没有小群，就可能听说都是男团。哎呀，我之前我的粉丝喜欢在直播间假冒女粉啊，反正我就是。很想穿小裙子跳舞，能不能星光眼里面有一场，我只希望就是假如说能有一场我就满足了，有一场可以穿的那种可爱的小裙子，然后唱那种可爱的舞我就满足了，有一场我就满足了，我已经不奢求了。嗨，只要有一场我就满足了。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挺适合广州和北京的风格的，没有说我要离开这里的意思，我只是随口说一句，对吧？这直播间都是女孩子，不是？但是有一说一，确实就是我可能会更适合广州和北京的风格，但我肯定不可能去嘛，因为毕竟我人就是我生活的区域在上海这附近。又是什么歌？好吧，又是之前学那个 jazz 的那个历史的时候的那些歌啊，听不下去。我觉得很羡慕，关键很羡慕三角函数那套工艺，我好喜欢那个，我好想穿小裙子跳舞。没事，拉票我会穿小裙子的。至今还没有人靠我老公，你信吗？你敢信？其实有，因为之前有一场我说就是想听，就是之前有三 P 的时候我说可以叫我老公什么的，然后下一场就有人喊了，笑死了，笑拉了。你看这不就是古风吗？这不就是古风吗？哎，其实已经2点了，等会儿可以下了，我觉得，不然你们太晚睡了。笑死了，在小学生和高中生之间不停切换，不应该是在小学生和大学生，我有的时候也很大学生。今晚看球啊，所以你们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看直播。又想到了之前他们说什么河粉很多都是球迷。这首歌谁唱的呀？我来放一首歌吧，放完之后下了，放一首我喜欢的歌好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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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女生怎么会看球？确实，你们女生怎么会看球呢？你看你们一群女粉，今天店员来找我的又只有小四一个女粉，你看看，哎，谢谢我们青俏送了10元吧。真的，今天来店员的时候又是只有小四一个女粉，看看。但是网上怎么就都变成女孩子了？怎么回事？原来你们都只在网上讲话，都不在现实中来看我。好的，网上只有小四一个帅哥。漂亮呀，漂亮，当然漂亮。放我的都好看。而且我觉得是那种就是很可爱又可爱又酷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子。
多盯着漂亮女上来。我觉得我今天放开了很多，今天好像突然觉得跟大家有点熟起来了。来给你们选一首古风歌，放完我就下。是那种又可爱又很酷酷的女孩子，跟你们预告一下，而且也是学霸。你紧张，我不紧张。但今天我确实没有那么紧张了。对，今天去的女孩子，你看她就在你楼上。我今天反正希望这样的，希望下次店员我能有两个女粉，好吧？希望下次店员我们进步一下，我能有两个女粉，给自己一点点进步的空间。好吧，人家就是张学友真的没有女粉，什么时候规划师来看一下我，可能就有两个女粉了。为什么拿着话筒？对吧？你们下次女装来看我。猜一个我看。哎，你朋友，哎，什么叫微信夸了我半天啊？开心。你们是认识吗？我今天看到那个小哥在吃糖，我看到那个小哥在吃糖，我在上面，就是我 MC 等我讲话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吃糖，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糖，还是我有点想，我就看得我好饿，因为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吃。对，留言板有女粉，但是现场很少。哇哦！我就看到他在吃糖，我只有这一个印象，就看到他在吃糖。然后正好是我比较想吃的，然后正好我又很饿，然后就啊盯了很久。好的，放一首古风歌，然后我就下了。这个吧，哎呀，不要这个。放什么呢？放什么呢？这个吧，啊，不行，这又是那个谁的版本，怎么找不到一首？你知道吗？我的歌我真的都已经听腻了。就你们如果有什么推荐的话，可以给我推荐一首歌，一点歌，我真听腻了，受不了，听腻了，真的听腻了。啊，这都是高中的时候听的歌。好，放个这个吧。哎呀，现在你看我真的一首就全部都听腻了，怎么会这样呢？好，这个歌名我已经很久没听过。哎，陈勇他要还不给。随身带，不过现在据说剧场舞台上不允许吃泡 K。 想要什么风格的歌曲啊？好听的都行，主要是好听。对，但我打算放完这首歌就下。
对，我是听他们后台在讲，说不允许吃了。是你们没发现最近都没有了吗？我室友最近跳拒绝指教，这首歌我也听过好多次了。吃 Pocky 是那个，就是两个人一人叼着一边，然后这样子吃的那种。那就是在工作了。红树撇点子，我知道这个。是2020年的半年级。哦，一个人就单纯的就字面上意义的那种吃，对吧？触电我好啊，触电，先不遇到。我之前有段时间初中的时候，当时有段时间班里特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之前小学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吃腻了，然后初中的时候有段时间班里特别流行带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会带，然后带各种不一样的味道，然后而且我们都喜欢把它就掰碎了，然后一小段一小段的吃。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真没有，但是没什么，先不说，反正我拉，哎呀算了不说。我没有暴露，我啥都没说，我没说，我啥都没说，你们什么都没有听到。应援会什么时候发握手圈？这个我也不知道呀，我真的啥都不知道，我就感觉就是包括什么拍立得什么的，都是你们告诉我的，我自己真的啥都不知道。双面偶像，握手圈能是自己买的吧？应该，我真的啥都不知道。我包括什么店员啊什么的，有的时候都是你们先知道，然后先告诉我的。是的，最近太多事情了，我真的怀疑我下一次上公演可能是不是直接就是我拉票了。哎呀，到时候一定要瘦一点。没关系，没有关系，以后还会有更多拍立得的。还有就是投满999票，请记得一定要给我发一个写真的主题，我真的有很多照片想去拍，但是我又没有动力去行动，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动力。不是，主要是下周好像没有 H 队公演了吧？再往后的话就是新公演嘛，新公演我第首场我肯定不上了。北京我是打算8月份去的。不过说，因为8月份环球影城开了，我正好可以去找柿子录个舞，然后再去一下北京那个，就是玩一下环球影城，就正好跟柿子录个舞，然后再玩个环球影城。你也没啥主题，就不做9月9了。下周没 H， 下周首演，那就下周基本上就是快到29号了嘛。如果我去找柿子录舞的话，肯定会发 B 站。如果我去环球影城的话，应该也是会那个，可能会拍个 vlog 吧。对对，香港也上了，对，还是我生日那天上的。香港是7月7号，我生日那天上的，我真的气死了。我就很想看寡姐的电影，但是我看不了。好的，这首歌它结束了，所以我准备差不多要下了。哦，我跟你讲，我这两天我真的很忍着，没有去微博或者知乎上搜什么那个黑寡妇独立电影的那种剧透，但我有点忍不住了。但是我真的很想看。不行，你不可以替我看，不行。而且如果你跟我看了，其实没有关系，你不要在直播间跟我剧透就行。不过听说是 happy ending， 听说是 H E。不行，不可以剧透，不可以剧透。我觉得你们也早点睡，你们早点睡。不过你们是不是看错了？是吧？确实。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要准备关了。
早点睡，你们虽然现在不早了，但是反正我关了就不打扰你们睡觉了，也不打扰你们看球了。拜拜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哟。